息是被你设定的闹钟。哇，好熟哦。提醒我在两句应该抽回了，想你的时间不够用。什么歌？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人生多。文成文成，冲动吗？请出题。好，请开始跑。三题就过关。来，跑跑跑，向前跑。只快走而已。钟汉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哎，准备答错了，要加了，要加了。蒋先生，你自己知道。Eric， 是你拍东汉叫他举牌的。林俊杰的歌。对。什么歌？交换余生，余生，余生交换，余生交换，余生交换，余生来，交换余生，交换余生，余生用余生去爱，余生在新加坡就生鱼片的意思，余生，余生啊，刺身，余生交换余生，交换余生，交换刺身，交换余生，用余生去爱，交换余生吗？刺身好不好？你觉得？好吧，交换余生可以啊，余生。来，其他三组加速哦！啊，这边答对一题了，来，一起来演唱 ，Go！ 交换余生是我非我，苦与乐，一念之后总有虚名的晴空。如果我们轻轻转折，结局一样普通，一切就无。我们几经转折，结局一样不动，这才算无愧这分合。哎呦，结局一样不动，哎呦，那人生啊，有道理哦。你不能因为知道结果是什么，对，然后这个时候消极面对，一定要积极的去面对。对，那对方如果说不要停不要停，你还是要动，你要动。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不动我不动，敌动我乱动。好，一比零哦，各位答对三题就。晋级喽，下面一题处理。我的心是被你设定的闹钟。哇，好熟哦！提醒我，再两句应该抽回了。想你的时间不够用。什么歌？为什么？冲动吗？冲动，这样没有吗？冲动，冲动，冲动，对，恭喜答对。